家的感觉，我感觉到好像有归属感，不再是流浪。我想特别在日本的社会，在日本的学校里面，在公司里面工作啊，各位是非常辛苦的，是有时候是很孤单的，有时候是非常紧张的。但是来到教会里面，我们有归属感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同样都有机会天赋。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？是。你愿意借着洗礼在众人面前公开见证你的信仰吗？我愿意。你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我现在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。天父，我们为葡萄姐妹来祷告，我们为王真姊妹祷告，感谢你带领她借着今天在这里的洗礼来见证她的信仰。求你保守他一生的路程，让他行走天路的时候，靠着你刚强壮胆，有新生命的样式，有新生命的大能和能力。求你施恩祝福，保守他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周小辉弟兄，你已经清楚重生得救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？是。你愿意借着洗礼在众人面前公开见证你的信仰吗？你可以承认，心里相信，我们现在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。天父，我们为我们的弟兄祷告，感谢你，你让他在众人的面前公开见证你的信仰，求你保守他一生的道路，让他跟随你，让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你，你成为他的救主，成为他的主，管理他的生命，管理他的生活，也管理他的家庭，让他一切所行的都合你的心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那我们请他们四位到前面来。
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，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撒旦退去了，因为经上记得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侍奉他。啊，要不趁着年轻，还是再找一个人嫁了吧？要不孤单孤老，孤独一生，好痛苦。大嫂，你说的对，你啊，比特比特，比特大哥，比特大哥，哎呀，辛苦了，这里还虚假的玩意，今天在一起不正常，真的不正常，我比特，别看我以前是个打鱼的，我现在老厉害了。主耶稣十二使徒中，我这玩意儿，排行老大。我雅各，哎，最近真是很气愤。你看看这个彼得，大家看看，真是最近一直横冲直撞，摆的不行。真是每天就说自己是大弟子，每天就说自己要进了耶路撒冷之后，复兴了以色列帝国之后，要当夫子的左膀右臂。就原来是个打鱼的，有什么啊？整天把我们当下人是吗？真是气死了！我约翰，十二使徒中颜值最高、耶稣最爱的弟子，不管是上山变相下海都带着我，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，除了我以外，谁还能当夫子的代言人呢？不见不散。好。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好，哎，啊，那个小心啊，你跌倒了啊！哇！那边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主啊，愿你在你的荣耀的时候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我每天是坐在父子的左边和右边的。父子，我坐在右边啊。父子哦，我这是坐在你右边哦。好了，别吵了。
你们要知道，各国都有被作为元首的统治他们，管章管辖他们，但你们中间谁都不可以这样。光剑斜鸣，点亮前方路，我展翅高飞，你给我信心。只要相信，相信就有奇迹，挥动星星的翅膀，随着梦想起飞。相信爱就有奇迹，不轻言放弃，只要打开眼睛，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，虽然逆着风，你给我勇气飞往那家。将过去，未来不再迟疑，牵起我的手，你给我勇气。曙光渐显明，点亮前方路，我展翅高飞，你给我信心。只要相信，相信就有奇迹，挥动星星的翅膀，随着梦想起飞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，不轻言放弃，只要打开眼睛，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，虽然你佳美之地。只要相信，相信就有奇迹，挥动星星的翅膀，随着梦想we'll be right back.
Thank you.